但我不想死啫嘛。我想你哋死喎。啲蛇啊！第二个环节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会玩一个 game 嘅。我哋嘅 Riff 姐咧 cap 咗十张今年嘅十辑片。咁大家需要做嘅嘢咧，就系、是、比较早期去到后期嘅顺序咁样一次过排。咁讲到游戏就一定会有惩罚嘅，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啦。识发光嘅日本可乐，正常嘅能量嘢饮，绿色嘅，我就见到佢绿色，完全冇研究过咩就买咗翻嚟。卡夫草士多啤梨可以是 Riff 屋企嘅辣椒油，每人就可以揀一支嘢饮，然后倒你想倒嘅份量。阵间排完呢个顺序之后咧，每错一张图就一斤，但系呕吐袋冇咁多个，大家如果要呕嘅话就住铺埋一齐啊。反唔要请，正常啲先。加少少啦，好啊。哇，你都好少啊！多谢大家，我最中意饮凉茶。不好意思，份量我自己決定啊嘛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黐孖筋，我就估到成碌拍，點解就放曬啲？咁又辣油啊，又呢啲溝下奶咯，冇辣啊嘛。哇！我呢啲色真係好正。聽唔聽三個人？你揀一支啊！我似唔似魔女啊？係啊，似。好，咁我哋就开始我哋嘅游戏啦。放心，大家呢个游戏对我哋两个系绝对冇优势，因为我哋完全唔记得。你问我上个礼拜出咗咩片，我系唔记得嘅。上个礼拜出咩片？你真系唔记得？计时五分钟。你哋嘅發言真係每一周都唔一樣。一、二、三，我一張就有乜白？我邊有可能十分全部中啊？即係你最多有十八。咦啦，呢個短時間啊！我啲咧就著短袖衫，有啲著褸嘅。喂，你好聰明啊！四號、九號都係短袖嚟㗎喎。照眼幾時？唔係㗎，佢可以好耐之後先出。而家咪去到你自己咯。其中有一個錯咗，後面全部錯曬㗎咯。系啊，都系自己填好嘅。唔好意思，佢记得。因为我要负责审片咯，我唔写啊，我最屘先写。你哋死唔死同我冇关系，我唔想死啫嘛。我想你哋死喎。你咩上司嚟噶？点解我头会唔同我识我唔记得嘅？仲有四十秒，使唔使加时？你哋使唔使直接饮晒就算啦？不如你哋投降输一半啦，当。我饮十啖。阿玲咩啊？玲啊？十斤噶啦，睇嚟。O K， 冇问题，饮咪饮咯。嗰杯嘢大镬啦！哇，大佬点算啊？我哋嘅审片上司佢坐绿题，因为我要负责审片咯。系绿灯啊嘛，唔想大灯啊！我想你哋死咯！哇，不如你哋投降输一半啦！两啖，啲乜鬼嘢味嚟噶，大佬？好臭啊！真系臭，烟臭。药水味，唔系药水味嗰啲，唔系药水好简单，佢有种臭胶味。饮啊！饮啊！写出嚟啊！写一滴我都补一羹俾你，最少嗰先。要朗口啊！我睇你就肯点死。O K。点解有沉淀物嘅？饮紧酒店嘅空气清新机入边嘅水味。哇，正啊！嗰啲你饮过？细菌嘅温床啊，简直系。哇！掂啊！鼓掌啊！真系要。哇！頂佢有後勁，你俾我做啲心理準備先。你冇再問啦，我驚你嘔出嚟。唔係，呢度都未驚過。Cheers！ 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炸咗佢，佢有後勁嘅。真係㗎？大鑊！我幫你飲咗佢，不如有啲難飲，但係我還好，都有後果嘅。係食屎糖咯。哦，我飲呢個啦。你負責洗嘢。棒棒棒！哇，二系千秋。点咧？我都好。大家嘅
鏡頭前看不到，他這裡是皺了張琴。你剛剛自己很興奮對了一支東西下去，你之下苦做。你們兩個會拿東西都勁難喝。我想現在大家的口老臭要吞的，不可以吞的，手震救命啊。回甘我覺得是都不錯的，他好像一面 enjoy 但他的手是震的。手震的感受，我喝之前都跟大家說，講實親這個節目我真的一期都沒看過。挑人挑人大家了，他喝 OK 不 OK？ 如果你不呼吸，如果你整住個鼻，其實是沒有味道的。就是現在深呼吸。翻上嚟，唔好噴，唔好噴。我唔係拖時間，我係快啲飲曬啦。你哋要唔要試下認真嘢？這個味道真的太強勁了，可不可以拍一下那些辣椒油 殘留在杯裡？不如我們稍後上去請其他同事喝吧。跟哪個同事關係沒那麼好你就請他喝。我們今天的遊戲就玩完了，祝大家聖誕快樂。要打架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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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呢個咁冇良心嘅企劃咧，其實我靜靜雞準備咗另外嘅聖誕禮物俾大家。哇！哇！幾快？可唔可以睇下有冇分寸？哇！呢個係咩？咁有心嘅，因為我是好人咯。呢個就係我嘅聖誕禮物啦，多謝大家嘅參與。幾乎執嘢。我就坐喺度乜都唔做噶啦，冇問題啊！我做奴隸都得啊，而家。